做卧底经常会遇到很多灰色地带，凡事一定要小心，这个任务非常的危险，你们自己要小心。你们要对付的就是曹俊和曹明，他们两个都不简单，杀人不眨眼。记住，你们现在不是警察，而是卧底。想打杀人不是我，是风。我们已经死了一个大哥，为什么一定要打打杀杀？难道你想死了才甘愿？你认为我有这么容易死吗？他是谁？新来的，在斩发。好的。小姐，请问你们这里有请人吗？小姐，我求求你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的。明天开始上班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我可以。你们有种的话，就叫那个基因的大姐大出来跟我说话。你喜欢叫我基因，那我就让你学鸡叫。阿爸爹，你们想干嘛？放开我！别动枪！阿爸爹，风头，你要疯子，老娘可以比你更疯。这个世界上只属于你和我，没有其他人。你觉得我在骗你？我怀疑每个是我弟，是吗？是卧底啊，仁宗，你不要冤枉我。如果你不是卧底，为什么怕看到我啊？仁宗一定是想误会，放手，放手。别胡讲，你也是卧底，卧底不是他们，是你。曹俊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。曹俊不会这么容易妥协的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他是谁啊？他是来问路的。对啊。谢谢你们的帮忙，我先走了。不要！我这么相信你们，你们为什么要出卖我？为什么？你今天好不容易死，去死！